美国、德国、法国、澳洲能够更清晰，还有比较快，那边传数据啊，就我们直接就做出来了，就不需要你再寄过来，是省了很多环节嘛。 知道吗？生产的速度啊，质量啊，更新的非常快嘛。这边的生产制造这方面还是发育优势。从一开始的这种加工啊，到现在慢慢的我们能够自主的设计啊，自己自主的开发到。 一个我们产业链的完善，这个是我们潮州这一个产业依旧保持着这个活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通过产品端的一种方式去把中国这么悠远的这个历史输送到海外，消费者看到这个产品，可能他觉得好看，他会愿意去了解底层的内容是什么。都好多人食噶，好受欢迎啦。 我哋有时星期天啊都做唔切噶，我哋有两个炉啊，有两个人拉都拉唔切噶。2022年做了差不多90万台吧，接近100万台。2021年应该是70多万台。 增长大概2.3%，从销售额来讲，海外占了1/3，总共差不多做了1.5亿，海外占了1亿左右。其实深圳的现在设计的风气是蛮好的，现在设计师的眼光啊，可能就更加的开阔了一点。